明天就是10月1号了，有不少人回国要参加国庆的台商和侨胞。整个10月呢，看起来想必会很热闹，而更热闹的当然还有今年的国际音乐烟火节，昨天晚上已经在苗栗正式登场。伴随着悠扬乐声，璀璨烟火夺目绽放，苗栗夜空洒下金粉，越夜越美丽。101年国庆烟火及国际艺术季29号晚间在苗栗揭开序幕，由意大利团队带来的烟火秀展现国际级高水准，绚丽的声光时而悠扬，时而激昂。这是苗栗县首次承办国庆烟火，从中秋节开始一直到10月27号，每周5、6在高铁苗栗特定区都有国内外烟火秀和表演团队轮番上阵。精彩的艺文展演搭配歌手的劲歌热舞，让宛如嘉年华般的国庆活动热闹整个光辉10月。 UDN TV 综合报道。